大家好，我系 Andy，今日系2024年3月13号星期三，咁喺度拍片同大家跟进翻几个市场技术走势同埋波浪分析。首先睇睇恒指今日走势咧，咁见到恒指今日就系低开咗嘅，低开之后咧，佢试翻寻日企稳嗰条 MA 咧，就系144 MA 啦。咁寻日收市咧都收得有啲利好信號，因為佢收咗一條144 MA 以上，咁就唔係太差嘅。咁今日回翻去掂翻條144 MA 咧，咁啊繼續上。咁睇睇小時圖，咁小時圖佢仲未有一啲嘅利淡信號出現啊。見到係 STC 咧，首先一見到係輕微咁死叉咗，咁呢個係未夠嘅。佢要個指數咧收喺個5 MA 以下咧，咁先有一個比較係大機會係下跌嘅一个信号，咁见到中午收市咧，佢都仲企稳嗰条5 MA，所以都仲未系有齐两个信号嘅。依家咧都只系得一个信号咧，咁要配合埋呢个收喺5 MA 以下小时图，收喺5 MA 以下呢个信号咧，先系会转差嘅。咁就睇一睇 Patreon 分享嘅图啦。咁呢度因为之前讲到有分三浸嘅反弹浪啦，咁呢个第三浸呢，佢系一个阳阴阳嘅，咁所以用 IG 睇亦都可以啦，亦都可以用呢、这个现货图睇嘅，只要佢日线，譬如话今日可能系收阴烛嘅，咁就有机会完噶啦，因为佢呢度阳阴阳咁一个 ABC 做完啦，咁就会跌落去，咁所以今日收阴烛或者收阳烛呢，都有唔同嘅睇法嘅。咁睇睇 Patreon，咁見到小時圖啦。咁呢度間住嗰啲水平線呢，呢啲係一啲嘅度出嚟嘅支持位嚟嘅。咁啊，見到呢度呢，係有個 A、B 咁啊有機會係有個 C 先再上嘅。咁啊睇個 STC 有少少似係咁樣啦，見到係 A、B 啦，咁有機會有個 C。咁首先呢，呢、這個 C 呢，会去到边啲位又都比较难讲，或者会唔会里面呢度究竟系会唔会行一个 A、B、C，即系呢个先系 B 咧，即系话呢个系 A 啦。咁呢个系 B 嘅 A、B 嘅 B、B 嘅 C，咁先行个 C。而且呢个 C 咧可能系平台浪嘅 C，咁又未必会跌穿个 A，咁就跟住上。咁啊最后好似系行咗一个类似咁样嘅走势嘅，即系话咧嗰个嘅调整浪咧。我調整浪係比較係多變數，咁但係要上去呢下呢，上到17,300呢下，主要因為係有個量度嘅周線圖有 MA 啦，咁等陣可以睇一睇周線圖有 MA，亦都係一個量度嘅阻力位嚟嘅，17,300幾，咁所以呢個位呢，都似係會去得到，咁啊再加上望一望佢嗰個 histogram 呢嚿紅色呢一嚿呢。咁見到佢係比較大嚿嘅，咁嘅佢大嚿嘅時候呢，即係話佢轉向嘅時候就有個轉向個動力就比較大啦，即係好似呢啲咁樣啦。佢比較大嚿嘅綠色呢，咁就會轉到去紅色。咁啊，當個面積足夠大呢，咁就會轉翻做綠色咁樣嘅。所以呢啲位其實就跌到咁上下，其实就开始就比较睇好啦，因为上面空间系比较多啦，见到系上面系有大概300几点啦，但下面呢，就算再落呢，都系得即系几30-40点、50点到嘅啫，咁样即系下面呢，就唔系太多空间。咁睇睇即时，咁睇睇日线图呢，咁就寻日嗰支巴就已经收咗喺144 MA 以上啦。收咗144 MA 以上，所以最终咧可能会跌埋嗰条233 MA。咁所以咧就佢暂时都系日线咧，都系趋向收阳烛嘅话咧，咁啊都系比较利好啦。除非佢有一日收阴烛嘅啫。咁另外再睇一睇周线图嗰个嘅量度阻力位啦。咁啊见到呢度有粒绿色嘅，即系佢曾经系金叉过。咁啊，绿色嘅位同呢个绿色呢个位呢，咁啊比较落可以，即系话呢个浪呢，同呢个浪可以有个比较，咁就睇一睇啦。
即系话呢一个位啦，即系呢个，将呢个浪呢，呢个波幅同呢个波幅比较呢，咁就有机会系有个量度阻力位出咗嚟嘅。咁见到呢度1:1.618啦，咁啊见到系1:73.32，所以就啱啱飞长分享嘅图呢，都系觉得有机会去埋17,330几嗰啲位啦。咁見到佢呢個位之前呢，亦都有條 MA 啦，見到有條34 MA，咁所以呢兩個位都未到啊，即係條 MA 亦都未掂到，同埋呢個比例亦都未掂到，咁所以應該就今個禮拜嗰支洋燭呢，應該就唔會點樣縮落去，因為佢有啲阻力位都未掂到，咁所以暫時覺得個轉向位呢，轉角位有機會就係呢條 MA 啦，或者係呢個17332呢個位，咁見到呢條 MA 都未到嘅，見到係睇下佢條 MA 嘅位置啦。34 MA 周线，见到系17228，17228，咁就所以暂时觉得阻力位方面呢，就17200几啦，至17300几呢啲位呢，应该系个阻力位啦。咁睇一睇，睇睇小时图啦。小時圖啱啱就係個師覺得佢有機會，即再試翻呢個支持位啦，咁樣嘅。咁就最後冇試到啦，因為佢嗰個佢有好多嘅可能性嘅嗰個嘅調整浪啦。咁譬如話啱啱話會唔會有可能係一個啊？呢度係一個 A 平台浪 A 啦，呢度係一個 A B。C，咁呢个系平台浪 B，跟住平台浪 C 呢，就系呢下，咁已经系可以系做咗个 ABC 噶啦，跟住呢，又继续翻个1,2,3,4,5咁样上去，咁都系可以嘅，咁所以见到佢嗰个开始收缩啦，见到 histogram 咧开始收缩，所以当呢个嘅红色呢个面积。大到咁上下嘅時候，其實佢就會收縮，跟住轉綠色咁樣嘅。咁另外呢啲嘅水平線呢，係一啲支持位啦，咁可以自己間出嚟啦，都比較有用嘅，比較實用，即係都有啲幫助嘅。咁點樣揾出嚟呢？呢啲位置呢，就係、是、主要係用翻嗰個之前曾經造成陰燭。嘅嗰個位置啦，咁所以就會揀到嗰個嘅支持位出嚟。咁 即係話見到呢位有支陰燭嘅，咁就由呢個位開始造成啲陰燭啦。咁所以呢，佢之後企穩咗嘅，佢之後企穩咗，咁即係呢個呢，就係、是、嗰個嘅變成咗個支持位啦，由一個阻力位呢，變成咗支持位。所以每逢嗰啲陰燭嘅顶啦，或者嗰支阴烛之前嘅位置嘅顶啦，即系简单啲讲，可以用嗰支阴烛个顶都可以啦。咁就系、是、即系譬如呢度呢个由呢个浪由呢度跌落去，再上，咁就攞翻呢个顶嘅。跟住呢度呢，出咗支阴烛啦，咁就亦都可以攞翻呢度个顶啦。咁样。咁呢啲位有咩用呢？譬如话佢有时呢，佢会做回试嘅时候呢，即系话譬如话，假如咧呢度系曾经系做过支音烛啦，咁即系呢个位系一个支持位。譬如佢有时突然间一跌落去，佢可能会因为呢个有个支持位呢，佢即刻就转向咁样嘅。咁所以呢啲位呢，其实都系有机会做咗一个即系算系一个入市位啦，咁样嘅。即系都有叫做有啲帮助嘅，拣咗出嚟之后，起码会知道大概去到边啲位呢，有机会系有个支持喺度咁样。咁呢啲咁嘅支持位呢，如果佢失手嘅话呢，咁咪有机会试下一个啊，即系话譬如呢度一个支持位啦，呢度两个支持位。咁如果呢一个系收咗喺下面呢，即系当佢
譬如话30分钟图啦，佢收市收咗下面呢，佢可能会试埋下一个，佢就会试下一个支持位咁样。咁如果下一个企得稳呢，咁啊转向啦。如果下一个又失手嘅，咁啊会再试下一个咁样。咁啊睇一睇。当然呢个系算系一个比较粗略嘅一个用法啦。咁就睇一睇啊，睇睇个上影上。咁见到上证指数呢，开始有啲回吐啦，但系就未系好明显嘅，未系好明显，即系佢都仲可能喺度徘徊多一两日，咁样先再落去，咁可能就等个恒指去到，等个恒指去到17,300几呢啲位呢，咁啊到时佢如果转向呢，咁啊个上证指数到时就配合翻佢一齐转向，咁样就似系咁样，咁啊越嚟越窄噶啦，见到佢收得。收縮得越嚟窄，咁啊睇一睇，咁睇睇道指嘅4小時圖，咁見到之前喺呢度行咗個 A、B、C 咧，咁之後呢，都有兩三個可能性嘅，第一個呢，就喺呢度行一、二啦，咁啊開始個三噶啦。咁佢二就喺呢度比较后嘅地方开始啦，所以佢有应该有比较多时间做个三浪，见到可以数下佢嗰个一浪系用咗几多支巴啦，睇翻个时间啦。咁见到佢一浪呢，就系用咗6支嘅，咁三浪呢，就系最多可以系。7倍啦，时间42支，即系佢由呢个位开始上42支呢，系可以嘅。咁睇睇42，咁系见到系比较远嘅，都就系咁嘅意思，即系话呢，佢系应该可以系有呢一段时间俾佢做个三浪出嚟嘅。咁我对应翻呢个一浪呢。一、二，咁佢可以系做个三浪啦，有呢段时间咁样。咁所以如果喺呢段时间里面呢，佢做得唔似三浪，或者系根本就可能向下突破呢，咁就唔系噶啦，咁就唔系咁数啦。咁暂时都可以嘅，暂时都可以，暂时佢可以系行紧一、二、一、二，咁啊，准备三、四、三、四、五咁样上。咁睇一睇个日线图，咁都喺度收缩紧噶啦，见到个 histogram 咩？咁啊收缩紧，咁即系开始每一日咧做紧阳烛上去咁样，咁就睇一睇嗰个纳指，咁纳指就睇翻个日线图啦。咁之前就讲到个升浪咧，应该未完嘅。之前就数到一、二、三啦，咁呢个会唔会就系四呢？咁啊有机会嘅，因为佢系同个二咧成1:1嘅比例啦，然后系睇佢呢度上去啦，咁就五噶啦，即系话佢一旦升穿呢个位呢，咁开始多变数啦，一升穿呢个位可能会系行一个比较大嘅调整嘅。因为佢呢度一二三四五就做晒嘅，咁啊，另外就系佢之前4小時圖啦，1:1嘅浪与浪之间嘅比例呢，咁又有支持，咁啊，所以呢就升紧上去啦。咁睇下系咪同道指一样呢，都系行紧一二三啦。咁系可以见到佢系似系三浪一、三浪二啦，亦都系做紧三浪三嘅一二啦，咁都系可以嘅。即系佢依家有权系开始紧个小五浪啦，咁样。咁就睇一睇黄金。咁睇睇黃金嘅走勢啦，見到日線圖，
咁佢就呢度系有机会出咗个四浪，咁呢个四浪可能有两个可能嘅，第一个呢就系呢度嘅一二三四，第一个可能先啦。咁佢行完一二三四呢都有个五嘅，即系话会再破翻呢个顶啦。咁呢个第一个可能性，第二个可能性呢就系话佢呢度做咗一二啦。跟住呢个可能系三嘅一、三嘅二、三嘅三、三嘅四、三嘅五，即系话佢要再破多次顶，都系三浪嘅啫，都只不过系去到三浪，咁啊仲有个四五啦咁样嘅，咁即系话简单啲讲呢，应该就未仲未升完嘅，咁所以睇下佢嘅调整啦，佢嘅调整呢有少少似系差唔多完噶啦，见到亦都扩展得大啦，呢个扩张得大嘅嗰、那个 histogram。亦都落到去接近啦，应该话试咗个超卖 oversold 嘅位置。咁呢度稍后呢，有机会就系逐渐系收缩翻啦，咁就转翻绿色，咁即系有机会呢，就系、是、跌完咁样嘅啦。咁呢个亦都系间咗啲，即系攞翻前面嗰啲曾经嘅阻力位啦，变咗支持位，咁即系话。揀翻啲支持位啦，見到係守住咗呢個2152呢個支持位。咁因為依家都個數浪呢，都覺得有機會再係上多破多次頂啦，所以就逢喺呢啲逢係跌穿呢啲支持位呢，都係比較睇好嘅。咁除非收穿嘅，收穿嘅話呢，就可能會再向對上嗰個支持位咁樣啦，即係可能收穿呢啲位呢，咁啊會再落試一試呢啲位。咁啊，有機會再轉上，對上一個再對落一個支持位呢，喺呢度，大概2141。咁啊，最多呢應該去到2141嘅啫，因為有一個睇法呢，咁要講翻先啦。因為呢個係二浪啊，二浪就應該呢度。咁因为呢个四浪就唔可以多过二浪嘅三倍，所以如果佢穿2139嗰啲位呢，就应该会系排除咗喺呢个四浪啊。即系呢度一二三四呢，如果跌穿2139就好似唔系噶啦。咁如果连2139都跌穿，就应该会系行紧呢个二浪嘅四浪啦。咁再睇多次睇下系咪真系，睇下系咪真系2139先啦。攞翻嗰个二浪，应该就系呢个波幅就系呢个。见到系啦，2138啦，2139啦，即系话3倍啦。系呢、這个二浪波幅嘅三倍啦，个四浪就唔可以超过嘅，超过就唔系四浪噶啦，咁样就唔系对应翻呢个二浪嘅四浪噶啦，咁啊可以留意住，睇会唔会跌穿啦。即系佢而家如果依家佢只不过系三浪四呢，即系呢个系三浪一、三浪二、三浪三、三浪四、三浪五，咁先至系完成个三浪呢，佢就不应该跌穿呢个2139，咁就咁嘅睇法，黄金。咁睇下睇原油，咁睇下睇原油四小时图啦。咁啊，之前喺呢个位呢，就落咗一个 A、B、C 咧，咁啊一比一嘅位呢，企得稳，咁就条 MA 233啦，咁啊做一个转向，咁做咗转向之后，佢有上有落，咁啊见到有上亦都有落，咁啊呢啲睇下会唔会系一二浪呢？如果唔系一二浪呢，就系、是、反弹噶啦。如果反弹呢，咁啊最终又会跌翻穿呢个位。所以就睇下佢似唔似有个一二浪喺度啦。咁首先就应该，如果系有一浪呢，都应该系呢一个嘅啫。咁啊，睇一睇最低一样嘅。咁即系可能系由呢支开始数啦，一二三四四支啦，即系个一浪咧用咗四支，咁二浪最多就系9倍啦，时间上咧，时间上可以去到36支嗰个二浪，
咁見到呢，去到呢個位都係20支嘅啫，咁就冇問題嘅。即係話二浪喺呢個位或者呢個位呢，都仲係可以。咁即係話呢度係一啦，跟呢度係二啦，咁都係可以。咁即係佢有權係行緊個升浪嘅，依家係。咁當然如果一跌穿呢個位就唔係噶啦，一跌穿就唔係。咁呢個位如果跌穿呢，都好大機會會收喺下面噶。咁所以呢，如果佢真係跌穿呢，咁咪有機會都係行緊之前嗰個下跌五浪嘅睇法啦。咁即係都係會有機會係咁樣行啦，一二三四。咁所以就留意住呢個位置。假如一跌穿呢，咁就比較大機會係下跌五浪。否則嘅話呢，佢係有權係又再升翻穿呢個頂。睇一睇。睇一睇美元指數。咁睇睇美元指數啦，咁啊日線圖。咁啊，見到佢係開始係喺度轉緊上去。咁佢呢個係做咗前面呢個升幅嘅大概0.618啦，接近啦。咁啊，有機會通常喺呢啲位轉向嘅，有機會係。咁所以暫時咧都係見到日線咧有空隙出咗啦，MACD。咁咧都似係準備係上去嘅。咁見到佢嘅浪呢，有啲奇怪嘅，見到佢嘅浪呢，有啲奇怪嘅。咁先睇睇用咗一浪用咗7支啦。咁都係合理範圍之內啦，7963啦，咁啊41可以係二浪嘅呢個可以係二浪，咁即係暫時其實都冇問題。咁但係如果佢真係行緊三浪呢，佢就應該差唔多要升嘅啦，因為個時間限制住佢呢，都係要升嘅啦，一二三四49，由呢個位開始49支巴呢。就要做個三浪出嚟嘅，咁都見到好似唔係太多時間啫。大概呢啲位呢，佢就需要做個三浪啦。譬如話呢度一二，咁啊差唔多要行個三啦，三四五，咁啊一二三就係需要咁樣嘅。所以見到佢如果佢呢啲位呢，一直都係上上落落。去到呢個時間呢，佢都仲係上上落落咧，咁就唔係噶啦，咁又可能就話要反彈咯，咁就會係跌翻穿個底啦。咁啊，如果向上數呢，應該就係得呢個嘅可能性嘅啫。咁就今日条片就拍到呢度啦，中意可以俾个 like，未订阅 YouTube 可以订阅 Find，欢迎 share 俾朋友睇，亦都可以考虑加翻 YouTube 会员或者 Patreon 会员。咁我哋听日再见，拜拜。